爱你就不轻易放开你的三个星座男，牵手不容易，两个人既然在一起了，就要努力磨合，了解彼此，不在心理上演小剧场，如果有事情就提出来沟通，才能让彼此的爱更加深厚。牵了手就不轻易放开的三个星座男，看看男朋友有没有上榜。第三名，金牛男。踏实的金牛男在交往之前就已经想好未来结婚的画面了，他脑中想的总是比行动快很多，只要一认定你，就会为了你稳定的一步步走着，达成未来的梦想，为你们两个人的幸福努力着。虽然他想的总是比行动快得很多，有时候或许跟不上他的脚步，但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和你有沉稳而长久的关系而一直努力。第二名，处女男。龟毛的处女男在恋爱前会仔细观察双方是否合适一同组织未来，价值观是否相似，重视实际的他不花言巧语，觉得平凡就是幸福。或许你会觉得他太严肃，生活过于刻板，但他在工作上认真，计划着某一天为你戴上戒指的那一刻。第一名，摩羯男。对待生活与爱情都非常务实的摩羯男，只要对一个人认真，就会非常的专情。务实的他会承诺给你一个家，全力冲刺事业，把你的幸福变成他的责任。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开你，还会许诺你一辈子的爱情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呢，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依依，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，收藏、点赞、转发视频。我将会从粉丝的留言区挑取一名幸运的粉丝，赠送一份精美的礼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